之前的英国一个名叫变脸的慈善组织就大胆地把一群相貌丑陋的主播请上了电视屏幕。那么此举目的何在呢？来看我们的报道。从本月16号开始的连续一周以来，英国某电视台的午间新闻简报节目的主持人都是一个叫詹姆斯·帕特里奇的人主持的。与以往的主持人不同的是，詹姆斯的模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俊男模样。原来作为一名面部畸形的人士，在日常生活当中，詹姆斯经常碰到一些歧视他的人。詹姆斯想通过此举来消除大家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I've had all sorts of things said to me, kind of countless names, most of which are unbroadcastable. But, you know, having mor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n TV, I think is one way of tackling these attitudes.詹姆斯说，虽然大家对面部畸形主播的排斥很难在短期内消除，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并理解他们。一项民调查显示，64%的观众看到面部畸形主播时并不会换台。